凡夫的境界，要会当了解佛的心地见，真正是真远。啊，不过佛陀就是安尼讲，只要你一念心转，那这个一转啊，真紧，就会当头接近佛心。哪怕呢，罗汉辟支分啊，罗汉辟支分，伊伫咧转啊，了解接触到佛陀的教化，确实呢，伊甲家己的距离啊，甲佛陀的距离，伊开始进步到迄个所在停落来。就是远远伫咧看佛，佛陀伊啊心量，佛陀的智见，佛陀的见解，罗汉辟支分，以为呢为佛独尊，敢若有佛，释迦牟尼佛有法度，我只是受佛所教，就是安尼尔尔。所以家己自我停替，亲像《法华经》中啊，佛陀的化形，因为呢，这些弟子啊，虽然有缘接受了佛法，不过容易疲劳，啊，就会去停替着。他就给伊一个化形，但是化形不是真的，因为呢，也阁有较远的所在有一个真实究竟啊，迄个真如的地点，那就是一片晴空啊，这众生。凡夫的境界，嘛是会到位，只要精进，那一转啊，就是超越罗汉辟支分。罗汉辟支分，总是家己设定位置，所以伊才无法度向前前进吼。所以辟支分啊，不解佛意啦，还伊不解佛意呢，就家己设定伊个位置伫迄个所在。那修行啊，咱必定爱福慧双修。咱来了解佛陀，也一智见呐，这就是智慧。咱来身体力行呢，那就是修福啊，福慧相依呢，才有法度来度化众生。所以辟支分罗汉。都是独善其身啊，还叫做薄福消德吼。那德就是爱甲众生啊，爱有互动，在众生群中，咱会当付出，而不受众生影响。这呢，才是真正佛菩萨立灵根。的功德啦，这功德呢，常常讲内修外行，你内修，一旦能修到这分呢，心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但是呢，目标就是要投入迄个境界中去，那这就是要看咱。
修行啊，迄个心会健全，你的心立偌大的宏愿，你的坚定的志向都有偌呢坚定。所以，坚定的志向立大的宏愿，才有法度保护咱的心。这点心保护好，立灵根中呢，那就安全啦。所以，罗汉脾气坏，无安全感，所以伊就自我设定，伊就无去向前前进。这呢，就是不好消的，不堪大患。但是啊，佛陀伊来到人间，将伊的人生过程啊，作为人间的典范啊，予人人知影，凡夫的生活，只系对伊安尼的方法行过来，安尼会晓发心，会晓坚定。会晓修行哦，等等啊，一段一段的过程，非常的明朗啊。迄、那个卡子呢，咱会当对着安尼行。佛陀呢，伊的觉悟，那就是宇宙万物啊，啊无量数、不可思议的人事物理，佛陀。无不了解，所以这种，咱应该学佛爱修大福、大德、大慧，那这自然呢，就叫做大法。咱来当修大福、大慧、大德啦，这都是叫做大法吼。那咱爱超越了罗汉。脾气佛，自我设定迄、那个境界，咱爱向前越过了这个境界，那就是离开化成往真实的境界，咱精进的往啊，也那是无佛世的时。现在，咱要去倒位找佛啊？不到两千多年前，在印度啊出生，在印度寺灭啊。虽然现在佛的报身化身无在人间呐，不过化身在人间，咱怎讲过去？咱若会当殷勤精进，佛法还阁留伫人间，咱勤精进、勤读诵，那么会当通精心，用真正的精纯的心去了解这个经文内底的意义，安尼呢，持续慧命。这就是咱为佛弟子的使命啊！那这个烦恼用在现在啦，就有未来传承落去的希望。佛陀的法啊，是应时代轻千古啦，就是啊，随咱受用，看咱是不是呢有用心。去立佛法，佛法活在咱的心灵，咱将佛法活用在这个时代里。佛陀常常就是从过去的古时代，伊伫咧修行的过程，用在佛的当时代。就譬如讲，伫佛的时代啊，就是啊，伫迄个夏威。迄、那个城中呢，有一位啊，亲像流氓共款，五欲
不好啊，对人群中呢，又臭好寒，就是干那要吃，唔肯做代志，而且呢，为非作歹，什么代志都做啦。所以有一天啊，就是官方去甲伊抓起来啊，国王呢，甲伊判刑死罪，要押去迄个执行的地方，因缘巧合啦。佛陀呢，大好带着一群的比丘，伫要入城讨钵的时，看到一群人押着这个犯人呐，伫要去执行，这位作恶的年轻人，看到一群的比丘啦，伊呢都大声叫啊，佛啊，佛来救我啊！这位恶人名叫做如愿呐，这位如愿呢，看到佛啊，搁再大声叫啊，佛啊，救我啦！我若会当得救，免一死啦，我愿意对佛出家。我会好好修行啊，佛陀啊，救我啦！佛陀呢，就回过头来向阿难讲：“阿难啊，你去向国王讲，我要求伊赦免这个人的死罪，把这个人送给我。”阿难真正到国王的面前，向国王讲：“佛陀的意思，希望伊赦免这个人的死罪。”国王是一个真虔诚学佛的人，伊真愿意供养佛陀，向伊讨这个人免伊的死罪，把这个人送给佛，那就是等于供养咯。真欢喜啊，会当免一个人的死罪，家己呢嘛减一分的迄个杀生的心，会当献乎佛陀呢，那是一份供养的心。佛陀会当好好改调教，那会当阁成就一位修行者，这何乐而不为啊？真虔诚呢，就下令啊，把这个如愿下掉死罪，那安尼自由啦，这位如愿呐，果然如愿得救啦，感恩啊，这个时阵的感恩呢，真正是真坚切，发心重生的性命。绝对呢，要发大心立大愿，要好好精进，那就对着佛陀的僧团呐，等于到正下，从安尼呢出家啦，圆定啦，日夜呢分秒不空过啊，听佛说话啦，认真用功。对，在人群中啊，僧团的内底，伊呢，不管是僧团对伊什么款的眼光，或者是对伊安怎的批评，他都是将内心的欢喜、消业啦、感恩咯、你甲我教导，用这种的心，虚心受教。感恩的心嘛，安尼呢？经过无偌久的时间，他正果啦，真正所有的烦恼拢总去除啦。
在人群中啦，青团的内底，人人看到如愿呐，心生敬仰，迄种真正的尊重的心嘛，起来啦。大家人议论纷纷呐，这位如愿呐，是这么歹的人哦，安那个？安尼发心修行改过了后，开头呢是人看人怨呐，安怎样？现在大家人人看人敬啊，可见伊已经呢是心轮转呐，伊应该呢就是正果啦，阿难。在人群中，大家人都推荐阿难，是不是去赶紧请教佛啊？佛陀到底是修什么行？一句话啦，就会当影响这呢这大一个人临受死刑的人，上至国王啊，敢那佛一句话交代。就会当救一个人，一个这么恶的人啊，会当受佛的教化，转变得这么正紧。这佛陀呢，到底是修什么行啊？这个过程，阿难真正问佛啦。佛陀开始呢，就对这个弟子开始讲：啊，想。现在的福德啊，就是在过去无量世以前，有一位地藏佛在人间的时，那当中地藏佛啊，游化人间，有一位修行的梵志，梵志就是修。清净性的人，虽然也无出家，不过呢，伊另外一种的修行，所以伊嘛是修清净性啊。但是看到地藏佛啊，伊安尼满心欢喜，向这位地藏佛恭敬供养，用身心恭敬，用伊的心。表达十分的敬仰吼，那华果敬仰啊，安尼呢？地藏佛啊，看到梵志虔诚啊，这种身心性的敬仰，地藏佛真欢喜。那问伊讲，你安尼的身心性的敬仰？你内心有什么要求哦？这位梵志呢，就讲无所求，也若要讲有求呢，但愿我会当修行永远的清净的心，心口意清净，但愿我将来修行啊。那会当成就，但愿我会考得所说的法啊，句句呢都是众生所受用，用考得化人，这呢是我所祈求，身心清净考得圆满，所讲的话呢。人人欢喜听，一听呢，就会当尊重；尊重呢，就会当适用，用在人人的身心精进，这呢是我唯一的心愿，靠得度人呐。这呢，佛陀讲来到这。就向大家人讲，知影无？那位梵志就是我现在啦。
所以现在的释迦佛啊，上主国王听到佛的发音，自然欢喜敬重相信。那虽然是这么正恶的人，也会当呢信受奉行，从无量世无法度好去计算，生生世世都是受考的，从读诵经文啊，身体力行，这种读诵受持，身体力行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啊，经文的内底啊，咱前面都讲过去，佛安尼讲，地佛灭道和现前无佛，所以叫佛灭道和啦。如是定经受持读诵，皆义者，是人难得。无佛的时代哦，咱若会当受持读诵戒义，若会当安尼用心呐、啊，安尼的人是真难得。佛无伫人间呐、啊，咱会当信法，法用伫咱的心灵，咱爱真恭敬，就亲像。入来，若听到大家人人人出声，声音真济哦，众口吼一音啊呐，遮尼真好济啦，表示呢，人人拢伫咧精进，人人呢口上口中上经啦，其实呢内心啊就是静观，所以读诵啊。那就是看这个文啊，啊，都爱想出来，爱念出来啦，念久呢，才会入心嘛。一篇的文章爱反反复复直直读，读间呢唔免看文字，用背诵，这呢就是诵会当入心嘛。所以咱诵经啊，的好处就是，伫咱印记伫咱的心灵，唔是讲诵经会消灾，是诵经呢会当。印记伫咱的心板里，啊，咱若记着呢，咱就袂去犯错啊。咱记着经文，自然呢，咱就有修养吼。所以，唔是诵经消灾啦，是诵经呢，增长咱的记忆，增加咱的智慧吼。所以啊，看文口读。背这个文吼，那叫做诵。那这搁在呢，这内心呐，爱对内心呢爱静观。咱诵经唔是讲哦，啊，都咱直直念，啊，心呢拢想伫别位。咱的心啊，爱随着经文呢观想这个话啦吼。所以呢。内修静观呐、啊，咱经诵完了后呢，咱背伫咱的心，印记伫咱的心里，安尼呢叫做内修吼、哦，啊，真正的静，和咱的心会静落来。那搁再呢，加上这个读诵，内心静，外面诵，那读诵静观静。观图像，亲像咱伫咧喝滚水同款呐。滚水也未滚啊，你还佫甲添茶，添茶落去呢，一口气呢，水甲喝互伊滚起来吼。那
安尼啦，就是啊，这经外面咱上入咱的心来，那心观一明吼，用心啊，静心来上上经，爱大声，咱啊大声，别人甲咱会好，咱会当好人的声，安尼呢，就是人人共一心。众口同一音嘛，这表示呢，咱的心无杂吼，所以心静呐、啊，亲像安尼互相啊，你上经我听，我上经你听，那彼此的声音和音合在一起，这呢，人人呐、啊，拢是心观一明。你伫咧上，我伫咧上，嘹亮的声音啊，回旋伫空中，那会当搁在因别人呢欢喜心嘛，所以心内修外行啊，彼此呢都是利益吼，真正的明朗，句句明朗吼，那安尼呢叫做读诵读经。一定要明吼，那解义呢？那就是爱善解啊，如来所说的经，这心深法义，那要爱去解了解，唔是干那讲哦啊，他啊、相啊、背啊，啊法拢总落伫咱的心，未当去实行，那安尼都唔是法咯吼。学法，咱嘛真希望讲，咱会当修好口德，会当咱了解了后，咱讲出嚟嘅呢，人人拢会当信受奉行。所以各位菩萨啦，爱学菩萨道，唔通呢停替修持呢罗汉辟支佛，家己自我设定嘅境界，咱爱搁再。跨出了这个境界呢，向前前进，甲佛呢真实的境界，不生不灭、寂静清净的境界，这是咱所追求的。所以，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